藤蔓菌花香，成双的单车，斑驳的砖墙，我追随阳光，却背对天堂，孤独像怪兽，没形状，悄悄耳语最恶意的真相，风吹啊吹啊吹起单薄的衣裳，来说吧说吧说你为我藏了一颗糖，不见星光不放，你就是我暗夜里的太阳，青春像孩子们捉迷藏，迷失的我留在现场，牵着我的手，牵着你的手，带我走穿这无常没等脚，最悲伤再次逆流而上，淹没了时光，我们也不过是在教室睡过头，笑说着梦太荒唐，随悲伤再次逆流而上，年轻的，这不刚来过吗？这来的够勤的了，看我不扎他的。刚才这么冒失，不会这一下又回到了朋友的位置吧？人呢？刚才明明还在这儿来的。时间不早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我现在娘不想回家。你不想回家，那要去哪呢？我不知道。手机。没电关机了。那。不想回家，要去别的地方发泄一下，至少也编一个好一点的理由，别让家人担心了。是不是挺悲剧的？悲剧？表白当面被拒绝还不够悲剧吗？你那不算悲剧，想法别那么负面。一个小时前，我以为今天会是我最开心的一天，也会完成我所有的心愿，但结果……结果跟你想象中完全不一样。
何止是不一样，简直就是急转直下。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人生才是完整的。我也是花了很久的时间才想懂，你现在走的路，我曾经都走过。你还好吗？一点也不好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在他面前我连呼吸都是自卑的。越想拼命的对他好，就越适得其反。我以前也是这样。你以前也这样？当然啊，大叔也年轻过，好吗？那你这些年找到答案了吗？对一个人好，有时付出90%是不够，付出10%是多余。在感情的天平上，人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增加砝码。存不存在一个恰到好处的点？你的付出恰好就是他想要的回报。爸，有谁呀？发什么神经病啊？开什么水啊？啊！哎，那谁，把香皂递回去。你疯了！算了，低等动物在没进化完成之前，手都是不灵活的。啊！你有完没完啊？有完没完啊？啊！又玩阴的是吧？看谁笑到最后啊！妈呢？玩抑郁啊？啊？仗人势，你别误会啊，我们什么事儿都没有。我没有误会，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们，你们两个互相喜欢，我祝福你们。你是有病吗？我喜欢的是你啊！也许刚才你没有听到。也许你听到的不全，我必须再说一次，易遥，我喜欢你。Nothing, Jon Snow. He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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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y! 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知道 Jon Snow 真实身份是谁吗？我告诉你，爱谁谁，爱谁谁，爱谁谁。那人今天晚上怎么回事啊？整个晚上都奇奇怪怪的。那不挺好吗？又回到咱俩的二人世界。嘿，我还有一大活人呢，怎么把我排除在外了？你在呢。我一直都在呢。你啥时候回来的？我一直都在呢。我好了，你俩别说了。
一反常态也为逻辑，你知道吗？他今儿在厕所居然被我怼输了，太奇怪了。他在厕所被你怼输了？啊哈！我就单纯的想这个画面啊，就是你战胜了他。没错啊，就幸福来太突然，突然的都不合理了。哎，平时刀枪不入啊，今儿居然主动丢盔弃甲。哎，你知道刚才他什么状态吗？他就像一只，沉默的小羊羔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基本属于打不还手、骂不还口那种。这不奇怪了吗？谁家过年还不吃顿饺子呀？咱打游戏不净赶上对方掉线白捡一大便宜吗？啊，有点瞧不起你啊。那一定是你这个智商忽然一下拔地而起，战斗力爆表，满血满魔，杀敌于无形。我有这么厉害？那必须的。杀一盘来。不了，你们玩，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要回。除了10086，你能和谁发信息？哎耶！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。晚安。晚安。易遥，你冷吗？易遥，你冷不冷啊？神仙姐姐、如来姐姐、孙悟空、圣斗士，各路神仙都要保佑我，我今天一定能选上课，一定能选上，一定能选上，能选上。有有有有有有有。
我们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只能选这一个课了，我们都试过了。要不然，咱们两个再刷新试试，或者重新启动一下电脑吧。我们都试过三台电脑了，这里面所有的电脑都试一遍，结果也都是一样的。可是这门课的秦老师风评不是很好，不仅人凶。色，哟，你小点声。人送外号禽兽，都没有女同学敢选他的课。他们班是出了名的和尚班。不过奖学金是我最重要的收入来源，所以我必须要拿所有的学分。要想得的话，这门课非选不可。我可不想回家问我妈要钱。哇，好羡慕你啊，有那么多上课的理由。我就只有一个，没有课可以选了。都怪杜杜这个大混蛋。不过有你陪着我，不是我一个人，我就放心了。热热热热。易遥，我有一个问题想不明白，你不是都已经选上骆老师的课了吗？怎么中途被退课了？你自己到底有没有修改过？没有啊，我要是自己修改了，自己能不知道啊？那奇了怪了，谁会帮你把课给改？这个我用脚趾头都猜得到。对呀，邓小明。天哪！他太过分了。昨天的是我。昨天我很开心，做我前20年从来都不敢做的事情。总之，谢谢你。很抱歉啊。没事的，你又没做错。对了，周五骆医生那个地方有些材料急需我去翻译。射箭部的活动，我可能去不了了。没关系，你先忙你的。如果你想来的话，你就随时找我。好。昨天晚上失眠了，我昨晚肚子饿醒，睡不着觉，躺在床上数饺子，都数到1000多了。你有心事啊？我想墙上的单车，斑驳的砖墙，我追随阳光。你别误会啊，我们什么事儿都没有。没有误会，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们，你们两个互相喜欢，我祝福你们。你是有病吗？我喜欢的是你啊。悄悄耳语最恶意的真相，风吹呀吹呀吹起淡薄的衣裳。那边你的青梅竹马来了。来说吧说吧，说你为我藏了一颗糖，不见星光不放，你就是我暗夜里的太阳，青春像孩子们。刚才不是还在那儿吗？怎么一眨眼的功夫人就不见了？我留在现场。走吧。牵着我的手。哎，对了，金老师的课你复习怎么样了？我复习了3遍呢，真是没想到，都上大学了，怎么还要复习课？有备无患吧，走。淹没了时光，我们也不过是在教室睡过头，为何眼泪一直流？来，
小米，想吃什么？嗯，想吃什么？我都可以啊。禽兽来了！好了，现在点名上课。李佳薇，到。坐。林然，到。坐。郑科，我看了一圈，咱们班还真的只有咱们两个人是女生。我们现在就是羊，入虎口，小心为妙。易遥，到。请坐。郝田，到。郝田这个名字起得不错啊，寓意深刻。请坐。这门课呢，简而言之，就是讲古人穿什么、怎么穿的事，知识有些偏，内容生涩，有时候啊还会味同嚼蜡。我知道你们之中。很多人之所以选这门课，并不是因为兴趣，恐怕很多人选这门课是不情愿的来到这里吧。瑶，好了，我看咱们俩好像运气也没有差得爆。来到这门课，这个秦老师，我都希望你们好像跟传说中的不太一样啊。可以提高期待，但不能放松警惕。下面开始讲课。服装是认识历史的重要尺度。旧石器晚期的人类啊，就已经开始学会了缝衣。周口店山顶洞的文化遗址当中，曾经发掘出了古针，这是服装的起源。我是真的很喜欢你。易遥同学，上课不要开小差。你来回答一下下面这个问题吧。请问衣裳这个词来源什么地方？哎，我听说上课回答不出来问题的女同学都会被开小灶。开小灶？哦，圣代服饰，无论卑尊还有男女，都采用两段式的穿着，上着衣，下穿上，所以后世称为衣裳。衣裳这个词，就是来自于商代。好厉害！回答得很好啊，看来是认真看过教材的啊。好了，大家应该向易遥同学学习。这学期我还缺一个教学助理，就由你来担任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吧，下课。
姚同学，嗯，你跟我到办公室来一趟，有些资料需要你整理一下。好。姚，看来还真的是防不胜防，一会儿我就在走廊站着，如果有危险你就跑，如果你跑不了你就喊，我能听见。这大白天的能有什么事儿吧？放心吧，走，过去了啊。我跟你一起。啊，到了，就这边。请进吧。嗯。要喝点什么呀？老师这儿普洱、花茶、正山小众，还是碳酸饮料啊？你想喝点什么？老师这儿可什么都有啊。我不渴。啊，那先坐吧。啊，老师，你刚刚让我整理什么资料来着？把这本书前两个章节的这个图片扫描成电子格式。啊，好。啊。哎，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老师，刚手突然抽筋了。啊。那老师我。整理好之后给您，那先走了。好，辛苦您啊。不会。呀，你没事吧？他有没有把你怎么样啊？他能把我怎么样呀？哎呀，吓死我了！我刚才心脏都快停了，还是你胆子大。换做如果他叫我去的话。我现在肯定吓尿裤子了。哎，好了，别害怕，你记住，他如果下次叫你的话，要第一时间拒绝他。不要觉得他是老师，你是学生，你就要去服从他，要义不容辞的拒绝，知道吗？嗯，知道了。不过他对你都没兴趣，更不可能对我有兴趣了。第一次觉得长得不好看也是一种优势。好了，反正见到他这种人，能躲就躲啊。哦。哎，对了，我得走了。你知道凯爷那种性格的，迟早有的会辞职。走了啊！啊，哎呀，嗯，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？嗯，回来的时候给我带一个奶油小方。哎，对了，好像现在后厨好像正在研究一个什么新的蛋糕，我带回来给你尝尝。正好现在凯爷特别需要你这种资深师傅的意见。真的，易阳，你可不可以把我推荐给侃爷？你跟他说，以后你们餐厅的试吃工作，我全包了。嗯，好的，那我努力，我先走了啊。拜拜，拜拜。哎呦，侃爷小心，啊，来来来，当心。今天呢，简直是太完美了。第一呢，咱们终于和侃爷吃上饭了。哎，第二，合作都谈成了，太完美了 ，perfect。兄弟，我跟你说，我都没想到侃爷酒量这么好，来一杯喝两杯，这来一口吧，喝两口。哎，耿直帅气，关键啊，人还那么漂亮。就是，下次什么时候空，我们再约。哎哎哎，好。等下次空了，一定再约。哎，侃爷，这个车呢，我都帮您准备好了。侃爷，不用了，我叫的车已经到了。啊，来了。哎，别，对呀。哎呀，再见，侃爷。再见啊，侃爷，慢走。哎呀，哎，帮渣渣。这么多人惯我，要不是老娘酒量好，早被干翻了。姑娘，还没结婚吧？是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一眼就看出来了。你这么漂亮，要是结了婚，哪个男人愿意自己的女人出来抛头露面的？你们女人真是。做个家庭主妇，相夫教子不就好了吗？这么拼干什么？要是过了适婚年龄，
就是隔夜豆苗，都是剩菜。有完没完啊？我叫你来接我是让你来评论我的，找我给你差评呢？把嘴闭上吧。救我！啊！马上马上，坚持一下啊！来来来，坐着坐着，快快快！就这个吧。啊，等一下，坐好了哈。等一下等一下，我把这个放下来。哎呀呀！行了行了，好了好了，快走！坚持坚持啊！没事吧？哪里不舒服啊？哦，也没有什么不舒服，就是我男朋友不太放心，非要让我到医院来检查一下。哦，他人呢？怎么是易遥送你过来？哦，他在地库停车呢，非要说给我买什么养胃的山药粥。哎呀，就说嘛，他太操心了，可能一会儿就来了吧。易遥啊，嗯。赶快给沈泽瑞打个电话，跟他说他要是晚上来就别上来了。啊？啊什么啊呀？让你打你就打，那么积极的。啊。郭医生，主任叫你过去一下。啊，好，谢谢。那个，我还有事情要忙，那急诊室在前面左拐，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。电话我。好，罗医生，您先忙。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您讲。帮我特别照顾一下刚刚那个病人，他一直以来肠胃都不太好，然后还没做检查，但我估计应该是肠胃炎吧。对了，还有他对奎诺酮过敏，你注备一下。好。谢谢你啊，下次请喝咖啡。哟，这是你朋友吗？难得见你找人帮忙啊，他谁啊？仇人。啊。哎，给他盖上吧。嗯。啊，大晚上的树叶。别着凉了。好的，嗯，谢谢。给我抱着吧。晚上来下我办公室，我是秦老师，你是易遥对吧？你不是我的助理吗？有个资料要让你整理一下。对不起，老师，现在有重要的事情处理。
那没关系的，老师再叫其他人送好了。等我。你能不能不要自我感觉那么良好？谁在等你啊？没事，不按一下。这么处心积虑的营造这种偶然的机会啊，真是辛苦你了。哟，我承认我之前眼睛瞎过，但是那都是很早之前的事情了。我现在已经擦亮了我的火眼金睛，识破你这种妖魔鬼怪的一切真面目，我不会在同一个坑里面跟他。Wow, nice! MC Hao Tian try to battle me, yeah. 让开！ Wow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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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ow. 想要独占那门儿？这姑娘姓好，她张牙舞爪，想把肚肚来搞，但是招数太老，该如何是好？哎，我还能加字儿。你不用总在我面前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看见没有？现在追我的人很多了，我很抢手的，追我的人排长队了。谁追你？我现在就要去约会了。哎，像我这么好的人可不多了，别被骗了。不管是谁，都比你好。作为女孩子，别那么单纯。我出了问题也不用你救。来。Super girl 啊。哦。哎。小心。哎呦。哎，还好吗？没事。这么冷天，你们干嘛用走的？你干嘛？上车。不用，我男朋友一会儿来接我。哼，是吧？干嘛？哎呀！医生下班途中送病人回家，你男朋友应该不会介意吧？老板，我自己回就行，不用担心我。你到的时候记得发个讯息给他。我先走啦。专车了，正在送我回家的路上。什么情况啊？你是不是喝醉了？还是玩真心话大冒险你输了？要不要我帮忙啊？哦，不用，我知道你对我好。你给我买的还剩好几盒呢，好多面膜我都没用完呢。你不用补偿，补偿什么呀？哦，你要补偿的话也可以。我想吃你做的牛肉面。我最喜欢吃你做的牛肉面，你做的牛肉面最好吃了。算了，我还是在这儿等你吧，啊，拜拜。哎呀，你干嘛呀？肉麻死了。车上还有外人呢，人家都听见了啊。好，那我不说了啊，拜。我不是那种希望看到你过得不好的人，所以请你不用刻意的表现你过得好像很好的样子给我看，很无聊。真够逗的。哦，
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啊？我就不爱藏着掖着，怎么了？哦，那我过得好，我还不能表现出来吗？逗。是，我知道你过得特别好，特别幸福。哦，那当然了。对啊，幸福到得了胃病一个人走在街上，幸福的跟男朋友通话一句话也对不上，这叫幸福。你靠边停车。你敢快点吗？可可，你别迟到了。我想再睡一会儿。你都从早上睡到现在了，早午饭都要过了，赶快赶快快！我有点不舒服，我亲戚来了。你怎么不舒服了？你大姨妈前两天不是刚来过了？别骗人！快！那可能就是我记混了，我身体不舒服，可能吃坏东西了吧。是啊，我看到了。你说最喜欢吃的奶油小方一口都没有动，你怎么了呀？快点上课吧，真的要迟到了！快快快快快！我不想选这门课了。你不要学分了是不是？学分没了，下学期补。好的，你到底怎么了呀？丽阳，你听我说，我知道学分对你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但是。走吧，也别废话了。哎呀，你可不可以也不要去上这节课了？别去上了。走吧，丽阳，你答应我别去。你这怎么了呀？我知道了，是不是邢教授？一定是他，他昨天晚上约了我，然后他就对你。天哪，太恶心了！我去找个算账。阴阳，你回来。是他，你走。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他对你干嘛了呀？我没怎么样，我很好，我休息休息就好了。他是老师，我们是学生，我们不要跟他对着干，这样我们会吃亏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别替他说话了，这种事情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。对于这种人，就要撕开他的面具。对于他，进攻就是最好的保护，听到了没有？你等着吧。哎。你好好休息。小事都很平常，就在灯火阑珊，天气持续无常，都是这么开端。次次擦肩，说命运的安排，相遇成意外，忘带伞的遗憾，像爱情小说不能写幸福永远，要怎么狠下心来责怪？终于会明白，爱情只在
不经意间在投入感慨。